我去，这家伙太嚣张了吧！嘘，别找麻烦。86条剑道，雷云宗苏木虽然天赋惊人，还是未能引动银色剑道，可惜了。用剑意激活剑道，据说激活的越多，收获越大，有意思。嗯，姑姑都说，我如今的剑道感悟难再进一步，不知这能否给我一些惊喜。这最后一条应该代表了地级的剑道意志，我居然激活不了。这是什么血脉？为何能引动我们身上的剑？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天剑血脉？天剑血脉可是传说中的存在，传闻天剑血脉拥有者一出生就能掌控剑意，此人究竟是谁？传说中的无上剑道吗？看来这趟我没白来。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！凭什么此人生下来就能拥有我们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？我不服，不服！姑说外面人心险恶，要处处小心，果然如此。我都不认识这人，这人居然就要杀我，还好我反应快。这无上剑道中到底有什么？不会就让我这么一直走下去吧？阁下是谁？为何要对我出手？真是无尽剑意！不好！不灭圣体，不对，精神封炮。我明白了，